토안슈니프의 또 시민주의선의 취재 남장의 인산 중 인수주의 산태하가큐 세계 복란부의 러하가문화기금부의 종경 7条주의선 가격을 차고 2억 6천만 기존도 시민 통화지파 통지선의 취재 表格是 日土大평修 该世界组主席的国民党籍旁长秦佑树贴画冠天的反对票不过通发及发通的预算含在本提案告知 或者还有院士强烈指责 国民党不仅动三天哈嘎预算 总为哈嘎事务发展 世界客家博览会前期行销展演规划及行政事务相关经费总共1亿本期动议删除一半 第二个办理世界客家博览会馆舍工程装修等，总共2亿，本期动议删除1亿5千万。目前是日本牛戏厅公司中产分产，多贴博文改下，又原先是改客家博览会，费用了下改管社会主，不过下改扣含便利，又两亿管社工程装修费，行销展览规划费，每周日日元，所促成体验各小体日点5日，老人点5日，民间党整体前十先表明，不过政商理事下都通过小体。 1亿动议删除5千万，保留5千万。赞成的请举手。13位，反对的请举手。6位，那这样删除5千万，通过。 小体世界客家博览会预算过后，国民党用客家桥选举客家文化基金会来申请更多助力，有各小体2600万元的预算。民进党连续5年提保留发言权，等你删除计划，全国来想办法。 原本还为小体通化解预算，不过都标给改下国民党时的初选会议主席秦牛说，都票数大偏改下，大力关键票数反对。总共有选嘛，国民党用人数好多改优势来挡下架市府发展。中老今年才去世，然后你马上就要去删这个预算，而且你删到是连整个文学生活园区的营运经费都要删。 不是说办活动不给办哦，是因为就会到2024，你知道他解散吗？你知道把它关掉吗？这个样子的去删减预算的程度，已经不只是说什么历史记忆你不重视，或文化不重视的问题了。你是不是真的存心就是要来做这个政治斗争？针对预算不能小体的部分，民进党团讲，唯独你删除改下，平凡判改机会，依然有更多时间的责任。不过，认为为历史来讨论预算变得更合理些，本预算受到更多没做得发展，下个师傅是否没认为对女人有真正的回收，提出完整的说明。 하가신문로원 다 도전 보통.